谢谢大家特地拨空的莅临。那我们会员大会准备要开始喽。那我们邀请我们主席就位。那我们全体互相打招呼问好 ，Hello， 大家好，感谢你们。对，谢谢。那我们邀请我们的主席致辞。我们主席是副会长黄山。大家好，感谢各位会员以及皆是今天来都来参加我们的会员大会，在这里谢谢大家无私的奉献，谢谢。谢谢我们会长的支持，谢谢。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来宾总顾问蔡红兰顾问，谢谢。感谢，然后我们邀请我们的总顾问可以帮我们致辞一下吗？谢谢。好，先介绍了，不好意思。那抱歉哦。那我先介绍我们的来宾，我们的总顾问蔡红兰顾问，谢谢。然后还有林玉会长黄碧华会长，谢谢。还有我们林玉会长黄顺志会长。那我们邀请我们的来宾致辞，邀请我们的总。今天的大会主席哈，黄副会长，我们两位前协力会长哦，黄会长都现场哈，该先来讲话，不是现话。那我们本会的各位监事，各位爱心伙伴，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今天我们高兴啊，能够来参加我们第14次的会员大会啊，个人感到非常高兴。本会从民国9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这10几年来啊，我们经过了4位的会长，4位的肯定我们会里面的。是4年1次啊，要改选，所以说从创会的到闭环啊，黄会长到我们的老人最尊敬的我们的蔡会长，再来就是我们黄会长到我们现在又是现在的蔡会长，所以说非常高兴啊，我们这个会。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会，因为我们历经了4届的会长，我们这个会呢，一样的每年都在成长茁壮，尤其是本届，我们在我们蔡会长及各位李监事的领导之下，可以说业务呢可以说蒸蒸日上，像我们今天。也有捐血活动，也有写生活动，这个真的不简单。尤其是我们的阿诺小健病人啊，这个从创啊一直延续到现在，要归功于我们各位李监事、各位苏伯伯、不除辛劳、全力以赴了，才能够。今天的一个成果，也受苦受累工作的人对我们的一个肯定，这可以说我非常感动。当然了，我以前也一直常讲过了，我们希望透过各位的关系，能够吸收新的会员进来，能够让我们的会员每天都能够成长茁壮。我们也希望走出受累。让更多需要照顾的这个贫弱的这个小朋友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课后的一个辅导啊，尤其是我们的安老小学生啊，能够学到
寒暑假都能够写到我们正规教育以外的社会教育，有很多的义务来为我们安老小天小教天来服务的社会这个做事的老师呢，可以说全力以赴了，让小朋友呢也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新的技能，这是非常难得。所以说，今天在这边开会，最重要就是大家也能够互相的激励呢，让我们这个会呢一定能够不断的茁壮成长，这个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最后，我也在这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报告，那我们的内容大概在手册上的3到10页，那我们。
推广了一个阿诺米的一个活动，就是让小朋友自己写功课，然后去赚取阿诺米，然后让他们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奖励机制，可以激发自己的学习态度这样。那在11月后，我们又有到台北的训练活动中心，训练活动中心到台北去做公益。那在12月份，我们有亲子手作跟套组班的圣诞餐会庆生的活动。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活动照片。那这边就是针对一些弱势子女的一些客户。那右下就是做一个亲子活动。那下面的是我们会带小朋友在我们社区打扫，当他们学习感恩，我们不只是接受，我们也要学习去付出。刚刚分享的去年福利基金会他来帮我们拍摄的一个舞蹈影片，然后做一个宣传拍摄的过程。那下面这边很感谢我们的志工妈妈为我们小天使准备的营养午餐，不仅丰富又健康，然后低盐低油。那这边就是冬令营的课程，我们有手做冰棒，然后让他们做一些心灵的代表作，让他们创作。那下面就是柠檬棒蛋糕，那我们的材料就是一些社会大众捐赠的一些面粉啊，然后我们会做不一样的东西，让他们学习去制作。那下面这个是漫画小说，也是针对心灵的部分，让他们去做一个漫画的规划，而且是一组小团体去组合学习怎么团体的生活，互相沟通人际的培养。这边是体能的活动，那这边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学生，他本身是学校的比方说田径队的学生，那他学了之后回来带给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学弟学妹，带领他们一起上课。那这边是品格教育的部分，让他们学习洗碗，怎么做环境的整洁啊清扫，而不是都依赖家长，让他们可以自立自己。那是正念宣导的影片，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跟知识。那是过年我们会大扫除，然后我们的环境深入的清洁，然后让他们养成一个要正确的一个卫生观念，然后回家也会帮忙打扫。这是付出高的操作，然后认识一些化学变化原理。这是会长与龙爸爸带来的新年的祝福。那边是儿童节的活动，还有母亲节活动。然后非常感谢我们北区的正心理发展协会跟我们的理事子宁大哥，还有李星星大哥，他帮我们去募集到的这些赠品跟礼品，然后捐赠给这些小朋友，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时光。这是我们去年度的4月11号开的会员大会报告。这是母亲节的制作，那我们是手作，让他们自己做康乃馨送给他们心爱的家人，表达他们的感恩与谢意。那这边就是刚刚分享的，有我们李世子大哥他们问，还有黄志强，然后黄崇等提供的这些康乃馨的话术，让小朋友可以带回家送给他心爱的人情。那这是我们疫情的时候上的线上课程，我们让小朋友像右边就是去分享一些情绪，他们的情绪是什么状态，那怎么样去调节他们的身心，他们怎么面对，比方心情不好，他就可能用画画的方式来呈现，而不是在实力的大发雷。那这边是我们感恩台湾大社会福利协会，他每个月都会定期的捐赠我们许多的物资，那我们就会分享给我们的小朋友。那大部分像疫情，因为很多那都是停止上课，然后还有上，有些妈妈为了照顾小朋友没办法去上班，所以在今天物资上面有缺乏，然后到最后这个协会，我就把它转借给我们，让他们度过一个比较艰辛的时段。但是爱心人士捐赠的部分。
朗读。本会经费的收入预计是收入在
们有会费收入跟杂项收入，杂项收入有六项，那本会的支出在165万5300元，然后我们主要支出会有办公费、活动费、安庆班，还有人事费跟客服费用，还有购置费、杂项手续跟急难救助利息收入，那这样利息的手续费300，那本预计本期的收入，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手上有会员手册，细项可以自行查阅。那这是我们新110年度新进的会员名单，就是这种。就是这些大概16位，这是我们今年度的新进人员。后来是讲说是13位，就是我们新进的人员。那我们目前工作会报告这边，那我们讨论的提案就是经费收支决算表，刚刚有跟大家分享，那不知道有没有异议？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的决议？那我就交给我们的主席。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第二个案由，就是计工作计划表讨论。那大家如果有什么决议，可以请大家提出。那有任何的疑问吗？那如果没有，
像是 Instagram 也是会有这样的功能。那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那因为又现在又加上疫情的关系，那所以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见面都是用那个，有时候都是用在网络上用那个通讯这样。那这样衍生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个人，有没有？我们看下一张。好，现在你看到很多新闻嘛，有的都网红，有没有？好，看起来美女的，结果滤镜拿掉，一些修图软体拿掉，结果真实是一个大妈，看这新闻都报过来啊，这是大陆的网红。你看他在那个软体上，叫粉丝叫抖内嘛，抖内都是捐钱。啊，结果实际上都是滤镜拿掉，不小心有一次他在那个直播的时候滤镜拿掉，结果是一个大妈，被大家骂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也是看起来是帅哥哦，他粉丝很多哦，结果有一次不小心滤镜拿掉了，结果也还好吧大家。这个也是一样这几张照片是要跟大家讲说，现在的你在网络上交的一些朋友，他们会修图。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说你在跟交女朋友，结果他其实是个男生；有时候你觉得你在跟交男朋友，结果他是个男生。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躲在荧幕后面的那个人是谁。所以说你在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那这会有网络交友会衍生到哪几个比较可能的犯罪呢？一个就是恶少性剥削，还有一个就是被诈骗。因为你不知道躲在后面的是谁。那这个网友如果说他想要拿虚拟个资，或是他有一些坏的想法的话，第一个他就是会先骗取你的信任，然后想说他会怎样的？下一张就行。他会怎样呢？他会说先假装先跟你交朋友，会跟你交心，然后跟你聊天，聊一聊之后，像一些那个没有出社会的弟弟妹妹啊，他们就想说，我真的交到一个很帅的男朋友，小男朋友好帅哦，然后他又每天跟我嘘寒问暖啊，然后问我吃饭了没，然后还说要带我出去玩，然后还跟他给他看了一张好多好多的那些什么他在开车啊，或者是买一些名牌包包的照片啊，然后他有些少女啊都会陷下去有没有？然后他就会把一些他的个资啊，比如说会跟他讲说陷入情网之后，往往人会变比较愚笨的他会把自己的个资有没有？比如说我读哪个国小啊，我在哪边工作，或者是我读哪个国小哪个一般的。甚至把自己的私密照就会拍给对方了，然后还叫人家老公就会把私密照拍给对方了。殊不知荧幕后面的可能是一个六七十岁的那个大爷这样子。那这个是真实案例，我们派出所有曾经有那个父母带那个小朋友过来，然后他就是说小朋友因为现在的小朋友都有手机嘛，他就是有一次。发现小朋友怪怪的，他检查小朋友的手机，发现他用交友软体在跟一个网友聊天，然后那个小朋友大概是国小年纪而已结果父母就去好奇去翻他的交那个对话讯息，就发现，那个小朋友竟然把自己的身体的私密部位拍给对方了，糟糕了，怎么办？这是很麻烦的，如果你这个东西一散出去。就会很麻烦，就会如果他对方如果有企图的话，对那个小朋友的整个生活啊，都会影响到，包括他马上就带小朋友过来报案。所以在座的家长或者是小朋友都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因为网友说我也有把我的私密的部位照给你，所以你也要照给我。他照的东西不一定是他的，他网络上随便抓一张来骗你说的是他的。然后就把他的照给你，这样子你这样永远受害的是你，所以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那个对方，然后千万不要把自己私密的东西
还有我们的讯息告诉对方。那如果你不一的讲解，而且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会讲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比如说啊，我读哪个国小，哪一班的，哦，然后他就可以根据你这些讯息，在网络上去寻找，或者是去看过，他就知道你的真实性。哦，有些人很厉害的，那些诈骗集团都很厉害的，哦，所以呢，如果你有发现说啊，比如说我这边左上角有时候他会用一些诱骗的术语，什么你长得好可爱呀，啊，要不要当模特啊？要不要赚些零用钱啊？那，啊，你把一些性感的 pose 给我，我帮你寄到那个模特公司，看你都会录取这样子，那，啊，你就真的广大的他的你的照片可能都被拿去在网络上乱抛乱乱传这样子啊。再来就是有的哦，他会用东西去利用，比如说配送一些手机最新的手机，或者拿东西给你啊，哦，其实他也不会给你啊，他你的照片他到手之后哦，他就跟你说拜拜了哦。那如果说像你有遇到这些困难、这些疑似的案例，你很疑惑，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我帮你解决的话，你可以打110或是打113啊，113去咨询，都有专人会帮你咨询，或者是马上跟爸爸妈妈讲啊，没关系，这个就是马上发现跟你马上解决，然后给你一直这个东西一直在你一直苦恼你这样子啊，打113就会有专门的大哥哥大姐姐帮你解决，帮你想说不要处理。那再来就是，如果各位在座如果有手机有收到那些未成年的照片啊，或者是不雅的图片啊，千万不要再转传，因为现在法律规定啊，你如果你转传那个未满十八岁的那个散播那些猥亵的图片啊，是那个违反那个少年儿少公权法里的，所以啊，如果那些东西都看到，都不要再转传。那再来就是那个网络交友还会衍生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假交友跟诈骗啊，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是我每天大概有两三件诈骗的，我层出不穷。那最近比较常发生的就是投资诈骗，有没有？投资诈骗，他可能就是假装是朋友，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有在炒股票什么的，然后他就。你可能跟某个专员很熟，专员他就是自己开一个群组啊，把你拉进去。因为那个专员你认识嘛，你拉进去你不疑有他嘛，就说这个我认识啊。那个专员就有一个群组是专门在，就在跟你讲一些投资的概念哦，投资的讯息。然后里面就有一些那个投资的一些网友哦，他就会说，又另外发现有一个那个。群主啊，哦，报得很准你要不要加入？哦，他就给你一个网址，然后你就加入了。那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的钓鱼的手法。你一旦加入个群主呢，然后他就开始每天跟你嘘寒，也是要嘘寒问暖的，然后给你报一些讯息。那现在的诈骗集团很厉害，他就是会怎样？他会先像钓鱼，先给你一些重力。哦，等你上，然后等你就是你完全相信他，他再跟你剥削这样子，有没有？像我们那个案例就是，他请他进去定位群组，然后他就是跟他报名嘛，他说哦，你现在去哪一个平台？哦，你下载哪个 APP， 然后去哪个平台？然后现在有一只股票，然后你汇多少钱进去？我保证你3天之内哦可以获利，啊，比如说10万。我们最新的那个案例是今天才来报的，今天刚刚才来早上来报的，说他进去，他说你3天之内就可以过，好，没关系。但那个人讲说啊，那没关系，那我买啊，我买了。结果户头真的转进10万元，他讲说哦，这么好赚，3天就10万，哦，那我这个要赶快再下重本下多一点，然后就看。只买一只就是获利10万，然后买2次就多少？哦，至少20万吧。好，这样子2-3次之后呢，然后他就开始把钱砸下去了，砸了60万。
结果那个人开始把你封锁了，钱都拿不回来，看你投60万，他给你10万，你看对方没赚到10万，对不对？他先用10万跟你投，像现金一样把你挪进去，然后再给你进去。所以你不要说现在说想说他、啊、现在诈骗集团都稳赚，就是都不会打赏的汇钱给你，有汇钱给你的就不是诈骗集团，不会哦。现在他们都会先汇钱给你哦，然后让你相信他哦。而且现在的诈骗集团很可恶，就是他汇钱给你的话，你的账户，因为他汇给你的钱不是他们自己的钱的、啊，他汇给你的钱是他骗其他的人，然后把他汇到你的户头。他说你的户头变成什么了？如果那个人去报案，你的户头变成什么？就变成人头账户、警示账户，对不对？一旦那个人报案，你的户头就是变成警示账户，警示账户变成一旦成立的整个名下的银行的户头都会被冻结，没有。他、啊、所以你看，那个不可恶，你只是想要单纯想要投资而已，那结果你整个户头都被冻结掉了，而且还要去上法院。啊，所以像这种，千万要小心。你永远不知道你在网上交的朋友到底是谁，他背后是谁。好、啊，他、啊、这个也有很多啦，就是也有很多交友的，像那个网络上的那个什么，我们叫做网络爱情吧，网络爱情，就是他会说，对方会说他是在哪边工作，然后他是外地的无国界医生啊，像我现在如果乌克兰在打仗，他就会说。在乌克兰，然后再给你看一张很帅很帅欧美的男生的照片。好，那你都知道那个欧美的男生都长得很高大英俊嘛？然后他又说我他非常有正义感，在乌克兰做义工啊，帮那前线的战士啊，然后帮他们治伤啊，然后那个一些迷妹们就会整个陷下去，觉得哇，真的哦，这个男生真的很有爱心，然后整个陷下去。结果每天这样嘘寒问暖之下，结果他后来就跟你讲说，啊，我现在想要，这个是太危险了，我觉得你很好，我想要之后来台湾跟你生活，但是我需要把我的这边的钱都转过去，但是我怕我的那个转过去会被扣一笔什么钱，然后说你要先帮我付一笔手续费。哦，先去付一笔手续费，他给我，然后我才能把钱给出来。哦，那有些人就在这，好，他要跟我生活啊，哦，他就去银行把钱汇过去了，哦，他钱就被诈骗了，哦，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往那个网络爱情诈骗的，哦，他说你千万要记得，没有那么多国界医生啊，哦，没有那么多国界医生啊，而且你如果要交友，真的是要先看到本人。不要在网络上看到照片就是真的，你在讲的就是那个照片，哦，真的要看到本人，了解他的人品，然后再完全的相信他，这样子哦。再来，那现在哈、哦，我们也有发现很多民众他们都会反映说，哦，现在那个真的疯子很多，很多那个疯狂的，那个什么。恐怖情人啊，我们是说恐怖情人啊，就说你说你认识的朋友啊，真的很喜欢你，然后他就会怎样跟踪你，哦，在路上跟着你骑，你骑到哪里他就骑到哪里，哦，或者是偷窥你，哦，那这个在之前我们跟骚法还没有通过之前呢，我们就只用社会法去处理，那这个衍生到什么一个情形呢？就是说它的法则没有，就是社会法它主要都是罚钱，哦，它没有刑责，它变成说它在讲说，那我就是跟踪他了不起被罚一把钱这样的一个没事情，它变成说现在很多越来越多那个恐怖情人，它变成跟踪之后，然后就对妇女啊或者是他的前情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你法院就发现了这个事情，他就会做一些修法。所以那我们先说嘛，如果你被跟踪的话，要缓的，就是第一个，你就是先不要紧张，哦，你就赶快到那个人多的地方。
或者是进去像 Seven、或者是大卖场人多的地方，他如果也跟他如果比较他如果很大胆的也跟你进去的话，那你就可以打电话询问他。通常这种跟踪的人比较胆小，按、你说你大声的询问他，我想跟踪，他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你有遇到那个他，而且你是这么勇敢的人，我还都不敢跟你。那公开的高兴不然哈，他不敢继续跟踪一样，因为像这种都是心理比较自卑啊，就想要就会跟踪，然后之后就会越来越觉得说那你比较懦弱，但是比较懦弱可以对你有所不为。但是如果你表现说我强悍的话，他就不用这样做了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你就是先找一个大卖场的公众的地方，他赶快进去，或者他赶快寻求店员的协助，请他报案，然后你就是可以站着人多大声的质问他，你为什么跟我，你为什么拍我啊？你如果说有本事，你应该赶快这边的跟我讲啊，这样子啊，看他怎么回答你啊。如果他敢跟你继续叫嚣啊，没关系，你就先我们来处理。然后现在因为跟商法它是六月一号它才正式施行嘛，所以它根据的八种菜样，八种菜样都可以使用跟商法，跟踪商法防治法来做那个，就是可以做提高状况这样子。那它的罚则是一年以下，一年以下，罚金也重，大概10万元以下这样子。那他我们有说他的八字也是跟烧祈祷追送法号，那关键是的记忆口诀，就是我们自己的口诀啦。那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跟踪身烧身受祈祷法，追送追求送法号跟烧祈祷追送法号那跟就是跟踪尾随嘛，第一个跟踪尾随就是如果他是跟踪你监视你观察你或是对特定人的行踪的话，就是你可以来报复，就是用跟烧方式来做约束。烧盯烧，每天在某个地方或者在学校下课的门口就跟你站在盯烧这样子，这样子也是或者在你住家那边。再来歧就是歧视偏见他在学校对你嘲弄辱骂，或者是平常对你就是恐吓啊，或者是做一些歧视的动作，这个也是再来就是找，就是最基本的，那就是每天打电话骚扰你打你家电话啊，或者打来骚扰你然后就是你已经很明确跟他讲说你这样影响到我的生活，请你再不要再拨了，他随时打来可能一个晚上打了20几通、30几通都会逐渐断的，就是明显的骚扰，情绪骚扰，追不断的追求就是三五次的追求，要求你跟他约会或者甚至说追求你老公啊、老婆啊，把你很明确跟他讲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你还答应这样不断的追求。送就是寄送物品，他可能会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给你去骚扰你这个也是一个差异。妨碍名誉他原来就是在群组啊，或者是公开场所啊，就是辱骂你或者妨碍名誉，这个也是可以用得到跟那个跟踪骚扰法的方式的嘛。骂就是骂你的个子，比如说他跟你，他就用你不准，他就骂你的名誉，在你身上偷走或者用什么妨碍名誉这个或者是去互相评论。人有关联关系，还让他一样去做保险，这个也是跟骚扰的防止的范畴之一。那之后六月一号施行之后，就会大家要跟那个跟骚扰约束。那如果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形，除了我刚刚讲的步骤之外，如果真的说这些困难的话，都可以来派出所提高工作。那如果有各位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打1000或者是去我们办公室做咨询。这边就到此，谢谢。好，谢谢张老师。